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小雅欣。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高雄市建军慈善会送长辈爱心便当有21年之久，厨房设备已经老旧。高雄南区福伦社号召15个友社共同筹募超过100万元捐给慈善会，作为厨房设备更新之用。理事长表示相当感谢，并承诺阿公阿嬷爱心便当会一直送下去。通天厝的一楼里，志工正在厨房里面做菜、分菜、包便当。由于这些厨房设备已经很老旧了，高雄南区福伦社号召舍友发挥爱心，买了冷冻柜等设备捐给慈善会。这是帮他们太旧换新，这是包含他们的，餐台、烤箱、炉具、冰箱所有的设备帮我们更新。因为我们已经20年的老旧的冰箱，有时温在温度上面哈，可能有一点误差。那现在呢是整个是中央厨房。除了送便当之外，慈善会9年前也配合推动地检署的社会劳动制度，让社会劳动人协助送餐，让这份便当更增添助人向上的意义。他们发现很有意义，所以当他们社会劳动时间期满了以后，他们又回过头来自愿的自动自发的投入这个志工的行列。建军老人服务送餐，让他每天都能够不预设，好不预三餐的这样子中午的一个匮乏，所以特别来这会到花艺阿妈，这会到沟里。从民国87年就开始帮老人家送便当，慈善会理事长洪慧却坦诚过程相当辛苦，还好有福伦社一路协助。他也承诺，只要他有一口饭吃，阿公阿妈也就有一口饭吃。新的设备，它的量会越来越大，2个月可能要超过20000多块。因为社会局它是不可能补助你电费，那我们要自己要去募款，所以我们是说希望社会大众呢，看可不可以帮我们把这个难关过。一份平凡无奇的便当承载许多人的爱心，有了更好的厨房设备，志工制作的便当滋味就更加美味可口。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苓雅区勤囊里长暖心关怀社会角落，长期会代为转发救济物资给低收入户，不过却苦于有些弱势户居无定所，而且没有留下联络资料，相关单位的爱心物资无法妥善利用送到他们手上，让里长心疼不已，也盼望大家能多关心这些社会角落。翻开厚厚一叠资料，上头记载的是苓雅区列册的低收入户可以领取到的救济物资，有白米、棉被等。而这些相关单位的爱心都会有里长代为转发，不过却有100多户弱势户都是失联名单。有一些福利要给他们的，我们现在也没有他们的详细住址还有电话，所以我想做，但是无能为力。像这两位就是前来里办公处领取物资的低收入户，因为留有联络方式，每当公庙或相关单位送暖时，他们都能顺利领取物品。不过像其他联络不到而且居无定所的弱势边缘户，让里长心疼不已。他们有分这低收入户第四类，像庙啦或者福利机构，他们也会给他们一些福利，分发一些米啦日常用品啦，也有的人会发现金，甚至有的人会给他们一些棉被啦。比较严重就是说他生病在医院了，还是说很多人在路旁边，他如果没有给他们家人的电话信息，我确实没有办法联络到。里长长期接收到各界的暖心物资，代为转发给这些居无定所的边缘户，就是希望能将这些物资妥善利用，也盼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这些社会角落。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高雄一间脊椎外科医院创院4年来，每年都举办院庆运动会，而今年医院特别安排亲子竞赛，原来是因为在优质的工作环境下，这里的医护人员生育率比高雄市的平均值多出5倍，每个月都有护理人员申请产假及育婴假，颠覆医疗院所给人的刻板印象。
办尿布比赛登场，只见五六位参赛孩童，有人抱着尿布直奔终点，有的还停在原点不知所措，场面热闹有趣。要帮妈妈省了一笔钱，还不错啊，亲子同乐还蛮好玩的。为了庆祝院庆，高雄市这间知名的脊椎外科医院举办运动会，不但安排医疗健检及义诊，也邀请社区居民一起同乐。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亲子趣味竞赛。不论是搬尿布比赛、投掷九宫格，或是气垫城堡内，到处可见员工孩童开心玩耍。原来创院以来，医院打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不仅有高优质的护病比，同仁生育率也比平均值高出许多，俨然是幸福企业。每次听到护理人员或者是员工有怀孕待产，心里就有无限的一个非常的快乐。那因为他们的家庭能够幸福，然后医院也就能够非常很好的一个营运下去。那每次员工的一个待产或是生出宝宝，那我们全院也都会为他感到很幸福。特别是护理人员在院方贴心安排下都能兼顾工作家庭，尽管医院规模不算大，但每个月几乎都有医护人员申请产假、育婴假。我们平均大概护病比是1:7啊，所以虽然工作非常忙碌，可是我们有很好的护理品质，所以工作人员护理在这边工作是非常幸福的。所以虽然在这边工作很辛苦，可是回家也有很愉快的幸福的家庭，所以两方面都很协调之下，当然生产率就很高了。父母亲带着孩子一同出席运动会，对医院努力营造优质的工作环境都相当肯定。这个医院营造的环境非常的好，那员工可以很安心的去制造那些生产报果。对，所以让就是感觉我们怀孕生小孩都有医院当我们的后盾。对护理师的这方面的支持是很大的，所以医院在这一块对我们护理师的帮忙，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育率那么的高。他们的那个员工的生育率是高雄市的5倍，所以韩国瑜市长应该好好的嘉奖奖励一下。拥有好的护病比，医院无形当中成为员工的最佳后盾，也难怪院庆运动会上到处可见爸妈跟孩子开心的参与每个竞赛项目，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社区好新闻，潘志光、王思武采访报道。福溪河堤社区关怀站里有一个气势不输给交响乐团的打击乐队，乐队成员都是银发族，甚至有失智长辈。为了训练他们的专注力和反应力，关怀站安排打击乐课，不仅让阿公阿嬷好期待来上课，就连陪伴他们的移工也借由音乐和长辈情感变得更加紧密。大家可以准备了。关怀站里传来美妙的音乐，但这可不是专业乐团，而是社区的阿公阿嬷运用简单的乐器，像是沙林、铃鼓，甚至是废弃铝罐，就能随心所欲打击出振奋激昂或是轻巧美妙的音乐。因为他如果可以跟着像我们这样指挥的话，他可以在节奏的部分去做这个操作。那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就可以注意到我的指挥，然后对他们这个观感神经可以有一个训练帮助。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团体性的一个整体，他会觉得有一个伴这样子，然后也开心的在这边玩乐。好，第三排。不止敲击出的音乐好听，还有分成低中高音部，专业的气势就像真正的乐队。两个手都要动啊，要给你节奏啊，给你节奏的嘣，打得过得很有意思。关怀站透过打击乐课训练长辈的专注力和反应力，还会把陪长辈来上课的移工们集合起来，教他们唱歌，借由音乐这媒介，让移工和长辈们的情感变得更加紧密。对，我的阿妈也是很喜欢来教会，到每个礼拜有来三次哦。这个班级里面有1/3是失智的哈，可是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是透过这个音乐的方式哈，他们这些失智人，他们的情绪上面，我们看他们一天比一天的稳定下来，而且他们的退化性就稳住了，而且我看见他们整个都活过来了。上完课后，长辈也一起开心共餐。关怀站透过这样的课程安排，不仅有益于银发族延缓老化，还能带来成就感，兼顾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与快乐。
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市府交通局积极和公司单位合作，开辟停车场，方便民众停车。最近，交通局完成金鼎停车场和黄埔新村停车场，总共85个小型车停车格。未来也将和民间单位合作，以地价税减免方式合作开辟停车场。金鼎停车场位在三民区金山路和金鼎路口的西南侧，临近三民高中，共有36个小型车停车格。这里原本是国有财产局南区分署的国有地，在当地民代建议之下，和市府交通局合作完成停车场开辟。那经过交通局评估之后，认为可行，那我们就跟国产署来进行提案合作啊。那经过同意之后呢，我们就透过重新的规划整建以及这个变更使用执照的方式哈，把整个区域呢。小型车位提升到36个。而位在凤山区中山东路接近维武路的黄埔新村停车场，也是和文化局合作下开辟，共有49个小型车停车格。由于附近是以住代户的眷村活化计划，又临近香火鼎盛的龙山寺，可以疏解当地停车需求。那我们就跟文化局来做合作哈，释出部分的用地，那开辟成小型车的停车场。那总共提供的有49个的这个小型车位。停车需求各地都有，市府交通局也希望民间单位一起参与开辟，完成开辟之后将可以享有地价税减免的优惠。那民间来提供土地来做停车场的话，他们也可以享有这个地价税的补助哈，也可以减免哈。我想这方面将来也是我们。朝向增加这个路外停车供给哈，最主要的一个方式跟作为。市府发展大众运具，不过还是有私人运具的需求。市府交通局除了积极开辟停车空间之外，也呼吁民众尽量搭乘大众运具，减少找停车位的负担。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爱惜食物观念从小扎根，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携手民权国小到校园里推动食育计划，透过轻松有趣的闯关游戏，让孩童运用视觉、味觉等感官认识食物的来源以及各种生活常见的食物标章，希望从小培养他们学会尊重食物与珍惜资源的观念。小朋友蒙上眼睛试吃桌上的食物，猜对后就可以收集到一枚印章。这是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推动的校园食育计划，和民权国小合作，带领孩童透过轻松有趣的游戏，重新认识食材，了解食物是怎么来的。我们市区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是非常丰衣足食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很难去体验到饥饿，或者是体验到食品的一个分类。虽然在课程里面我们都有传达相关的知识，但是透过家乐福这样子实地的体验跟探索，还有他们会分组去闯关游戏当中，让孩子做中学，然后学中去了解这个食物跟我们的息息相关，进而去珍惜食物。家乐福文教基金会为响应教育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针对生活中常见的饮食问题，融入闯关游戏，让小朋友产生好奇心，并运用视觉、味觉等感官认识食物的原型以及各种生活常见的食物标章。非常开心是在台湾现在目前从小学开始就开始教导联合国的 SDGs永续目标，所以我们试着想要去结合永续目标跟食物的议题，让小朋友可以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去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们让小朋友去看到那些食物，然后问他们，你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去闻到食物，你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那藉由这样的方式，其实他们以后每天在吃的便当，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食物原来长那个样子。因为很多时候食物经过烹调之后，其实小朋友根本不会知道这个食物其实它背后的原貌是什么。好玩，好玩。因为很有特色。通过这个活动学习到什么？你要好好爱物，珍惜食物。
生动的游戏不仅让孩童玩得很开心，也能从不同角度认识食物的来源与环境生态的样貌，从小培养小朋友珍惜资源的重要观念。社区好新闻，林廷阳、萧雅欣采访报道。很多长辈身体虽老，但心依旧年轻。来看到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里一堂开班十年的手语歌舞班，里头的长辈活力满满的表演着手语舞蹈，他们发自内心快乐的模样，让我们透过镜头一块来看看。一早，阿公阿嬷就朝气蓬勃，拿着毛巾跟着老师一起做暖身操。暖身结束后，紧接着是手语歌舞表演。这是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里进行了十年的课程——手语歌舞班。刚开始在教这个课程的时候呢，长辈的接受度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个？哎，这个手语好难学哦，都要记，要记，要记。”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先用带动式的方式，从单字慢慢教起，然后呢，用带动的方式，用活泼的方式呢，让长辈更能够接受。然后教到现在呢，一路长辈呢就越来越多，他们觉得非常的好玩。长辈们头戴闪闪发亮的礼帽，脖围亮丽的领巾，音乐一下，他们就开心进场，活力十足的左摇右摆，手语和歌词对应所编排出的舞蹈非常具有特色。学员练习了近一个月，就为了在重阳节上的成果发表会能完美演出。感觉讲对家己生活有啥物改善？身体会比较好了，保持活力了。心情比较好了。保持活力。刚好快乐。有啊，很快乐啊。福气关怀站每周固定有许多课程，让合体社区的长辈透过参与课程的过程中，获得很大的快乐和成就感。身体虽老，但心依旧年轻。他们发自内心快乐的模样，足以感染周遭的人。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音乐可以触动心灵，带动肢体运动。三民区万爱社区关怀站有一堂音乐课程，老师运用从日本引进的加贺谷宫本式音乐，让长辈随着不同的音乐情境和各种乐器的带动下，轻松地跟着音乐旋律和节奏活动肢体，当然也就越动越健康。音乐课程开始，老师先让长辈用坐的，再放些温馨舒缓的音乐，长辈跟着伸展四肢，拍打身体，从里到外，让身体舒醒暖和起来。接着是两两互助，长辈面对面坐着，互相拉动对方，音乐节奏也由慢变快，你一来我一往，好像在做游戏一样，长辈们都觉得越动越有趣。上课就好诶，我当。阁袂歹啊！教阮带阮遮老人哦，愈带愈健康啦。休息一下之后，长辈人手一个响板，也跟着不同的音乐节奏，有快有慢，或上或下，节奏短促，不断重复，不时还穿插可爱的动作和高声呐喊，整场音乐活动非常有活力。主要的是要让长辈呢能够主动的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透过主动的参与，触动主动的一个学习，他会改变他的一个认知，提升他的认知能力，以及提高他的生活品质。这堂音乐课是老师运用日本引进的加贺谷宫本式音乐来带领长辈活动，有趣的音乐和各种乐器的带动之下，长辈们的反应都很好。有音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乐器，发觉长辈无形中就觉得听到音乐就是很快乐啊，然后本来手也袂开，啊，现在因为安尼很嗨啊，就慢慢就是不知不觉。哦，阿德有较改进啦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课程对长辈来讲是很好的。在大家一起的互动过程，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学习，那长辈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们会互相模仿，那互相的去鼓励，互相的去赞美对方，然后也促进他们的人际关系的一个互动。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最能触动人心，带动肢体律动，将音乐经过特别的编排，再搭配乐器、手势动作和呐喊声，大家一起参与完成这项活动，升华音乐的力量，得到身心灵的满足。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
高龄人口越来越多，如何照顾长者是需要重视的问题。许多活动中心和关怀据点的成立，都有助于减轻年轻人照顾长辈的负担。萧岗庄老教会就和港后里结合举办社区课程，让长辈可以出来活动筋骨，放松心情。阿公阿嬷和学生围起两个大圆圈，眉开眼笑的跳起舞，气氛好欢乐。这是小港长老教会和港后里结合举办的社区活动，每周固定有动静态课程，让社区长辈可以出来活动筋骨，放松心情。这里来，我看到有一些长辈，我们就开始筹划成立一个老人关怀协会，我们就慢慢筹划说要帮助这些老人身心灵的一些健全，所以我们就成立快乐学堂班。结束后进入放松身心的静态课，老师用夏威夷琴献上动人歌曲，美妙的旋律让长辈仿佛置身在南方国度里，听得十分陶醉。长辈们很喜欢社区举办的这些课程活动，因为每次上完课后心情都会变得很好。我们每天上课都很快乐，然后都超乎我们想象的年轻，大家都来这边，原来都是就是比较老态龙钟，现在都是非常有活力。对，退休我来六七档啊，我拢逐日拢来，而且这个课真的足好个，对咱的身体啦，对咱的观念啦，对咱的社交啊，大拢足好个。开班到这将近11、12年了，来这边运动的这些学堂的老人，我看觉得越来越年轻，又有活力，又很健康啊。所以我觉得市政府还是要到整个社区去推动，像我们这个快乐学堂，让这些老人他有去处，最起码他也不会孤单。高龄人口越来越多，如何照顾长者是需要重视的问题，而社区是最贴近长辈生活的地方。许多活动中心和关怀据点的成立，不仅有助于减轻年轻人照顾长辈的负担，还能有效延缓长辈老化，让他们心情变得更加愉快。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4月24号星期三，农历3月20，适合祭祀、祈福、裁衣、安床，不适合安门、嫁娶、冲击煞西方。15岁和75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夏小欣，我们明天再会。
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这歌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予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层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颠倒，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